秋怡，哎，今天不错啊，语速很适中，今天我觉得非常好。可能是这道辩论不是自己擅长的，无所畏惧。嗯，就像肖哥的，哎，那定这个语速，这种状态挺好的，你就对对对，你就放不要那么多的顾虑，抛开一切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越这样反而越好，你越负担多的话，又有表现不好。谢谢梁丽。嗯，好。大家都在打车吗？排位161位，可以叫好几种。哇，英文版的，我就另外选一个。应该是很多种可以一起叫，难道这是因为是英文？我英文版的滴滴也只能叫一个。你们或者中文吧。我梁丽，我给你叫一个，我给你叫一个。你先别。我家特别近，我家叫车很容易的，真的。不一定，你们明天还有事儿呢，别给我叫。嗨，明天我要享受那过程，因为I'm not into this。真的，肖哥，你以后就是，你真的，你这句话要伴随他的一生。真的。哎呀，我这几天真的不是感冒了，但是我的那个呼吸道有点不顺畅。没关系，你已经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连呼吸道都。你真的是充分的记住了他的这句话，天哪！而且我记住了他的一个形象，就每当我紧张的时候，真的就想肖哥在前面当着30多位律师的面，I have nothing to lose。